隋唐恋 Tony 想过正常人生活，恭喜唐唐和 Tony 荣登演艺圈最新放闪情侣。女主角今天出席伯爵表活动，整个人闪亮亮的。因为她恋情曝光，早一周刊狠批自编自导自演。会不会觉得很委屈？其实我家，如果你们看报章杂志都可以发现，我是住在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一个很老的公寓。那这个公寓就只有这么一个出口，如果媒体们愿意给我们多一点空间的话，我们会真的很感激。就我们觉得还蛮恐怖的，如果在自己家里面我们都要担心隐私被侵犯的话，其实多少会有一点点不舒服。他常常会来我家，他就是一个非常真诚善良的好人。他是有做了什么浪漫的事情打动了你的心？不知道糖糖谈起恋爱会不会像他心片里的角色一样？哦，你好棒 ，Tony， 你说像不像呢？哎呀，这是隋唐、黄晓明、周迅合作的新片《撒娇女人最好命》啦。他的眼泪说有什么？他不吃兔子肉，怎么可以吃兔兔？人家糖糖跟 Tony 应该不是这种路线的。选择公开也是希望我可以。我想要好好珍惜，然后想要坦坦荡荡的谈一段正常人的恋爱，这是我可能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感受过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几天有觉得过正常人生？他很自在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很自在、很单纯、很开心的人。可能因为有他在，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没什么严重的。听过了 online， 所以很好，我很喜欢。不倒。